为什么老实人不挣钱？因为钱这个东西吧，它本身就不属于老实人。你看那些年纪轻轻就赚到大钱的人啊，都感觉老气横秋的，做事很麻溜。在这个江湖上讨生活吧，你做事果断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我行我素，不服就干，就越有人欣赏你。你越是老实巴交的吧，本质上你就是越无能。你光有目标没有手段也不卵用，软柿子还不让人给拿捏了。说几条人性的潜规则吧，啊，点赞收藏，没事好好品品。第一，妇女重情以柔切入，别和女人讲道理，他们的道理就是情绪，哄好了错都是对，哄不好啊，你对的也是你错。第二，弱者重尊，以谦切入，客气点，尊重点，因为他们缺的吧，就是这个。第三，强者重果，以事儿切入，强者嘛，就是不喜欢和弱者打交道，他也不希望你啰嗦个半天，你跟他交往不需要太谦虚，直接说就行了，他们只跟有结果的人玩，你就直接了当点，你想要什么，能奉献出什么，直接点说出来他们想要的，你们的共同利益呢，就会快点实现。四，老者重捧，以礼切入，你要跟岁数大的人打交道啊，必须要有礼貌，你多听他们讲过去的事儿，多捧着他们点，多迁就着点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啊，认为自己年纪大就是有智慧，你只要嘴上顺着他们就行，回头该干嘛干。操心柴米油盐的人谈什么琴棋书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六，智者重修，以真切入。真正的高手啊，都是注重每天修炼自己，反省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说白点就是活得明白通透的人。在这种人面前，你就是透明的，你那点什么小套路、小技巧、小算计，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所以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绝对的真实。跟高手过招啊，最大的套路就是真诚。这个世界越是高段位的人，就越是非常理智，他们已经慢慢开始脱离人性，从外表你是丝毫察觉不出什么情绪波动，假如到了极端，他就可以承受任何代价，默不作声的及时止损，甚至可以亲手毁掉自己曾经在乎的一切。要磨练自己的心性，总是害怕去经历事儿，被人说两句你就吃不好睡不好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，结局呢就只能被控制的份儿。过度敏感内耗就是弱者的表现，你认为呢？关注大旗，风生水起。